我叫Sharon， 我今年38岁。我服用这个 Keto 是从去年12月开始，到今年的3月，用了3个月时间，我总共瘦了6个 kg。在这个服用这个 Keto Essential 的过程当中呢，最让我受益的是便秘问题。因为之前呢，我曾经参加过2次的瘦身疗程，在那些瘦身中心，很多都是2个月过后，我的体重又会反弹起来啊，然后做运动也是不可以帮助到。所以有一次我看杂志，我看到这个 Trios Essential 的介绍，所以我尝试给我最后一次机会的尝试去试用这个产品。在当中呢，营养师会根据我的体质，每个星期给我量体重，还有那个体质，然后会解释给我听，当中的我的体质的变化，肌肉的成长，还有那个体内的脂肪如何慢慢的减下来，还有那个muscle 怎么样 build up 回起来。所以我每一个星期都有 follow up 他们的疗程了，给我看到我身体的变化，而且也减轻了我很多便秘的问题，使我现在上厕所不是一个大问题了。我这方面我很开心比起在以前瘦身中心，真的没有这样子的服务。我对这个Trios的 Essential 真的是很满意。在便秘方面呢，这个 Trios Essential 真的是帮助我的多，然后加上在外形方面呢，在我还没有拿这个 program 之前，我简直是不敢到处去买衣服，很多衣服我都不敢尝试。然而开始了这个 program 过后，我看到我的身形慢慢的呈现出来了，然而我可以去慢慢尝试买更多不同的衣服。给了我有一个很大的信心，对我的外形。然后最后呢，我觉得除了面壁和外形改变方面呢，在我的精神方面，我觉得这个可以使我有一个很好的睡眠，精神会很好。吃了过后，你会觉得服用前和服用后的分别，人变成会有光彩。最后我真的很感谢 Trios Keto Essential 带给我这一切的改变，真的衷心谢谢。